放心，放心，放心啊啊！好好好好，就这样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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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拜！周六不上班？昨天去的时候不知道是周六吗？啊！这罗小聪是不是故意的呀？你怎么能这么想人家啊？那我怎么想他呀？他这种女孩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，你刚才这么说人家呢？你还护着他是不是？我没你是不是我还护没着有他？没有你刚才没护着他？没有啊。我告诉你，吴桐，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，我也不管他是怎么忽悠你的。这婚你要是不离，我还去他们家，我要让他们街坊邻居都知道。哎呀妈呀！我谁说不离了？哦，都忘了，今天是周六了，就有问题了是吧？我忘了，我是被人忽悠，人家忘了，人家不是好东西，哪有这么想问题的呀？再说又不是天天过周六，不还有周一、周二、周三、周四吗？我们约了周一就去。好，那你不放心的话，你跟我们一块去看着。现在还有离婚离不成的，那星期一上民政局定了吗？什么时候？早起。是得早起。那星期一早上办事的人多多呀。哎呀，我这想来想去啊，都是妈不好。我妈这泡着脾气，我不应该逼你，我不能让你为了我受委屈，啊，迁就自己。那找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，那我将来过一辈子，那不是我把你给害了？你条件又这么好，啊，你又那么孝顺，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这事儿啊，还真不能着急，慢慢来。啊，妈也替你琢磨着。行了，不早了，你早点睡吧。我能采访你一下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吴先生，请您说一说和罗小聪没离成，那好吧，你们这感受。再做一个，感屁手。我希望沈老师你能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。我跟彭彤，其实吧，我觉得啊，你们俩挺合适的，结都结了，是吧？别轻易放手。沈老师呢，还是给彤彤当老师吧。你要听爸爸的话。闭上你的乌鸦嘴。沈老师，你要听我说。你不是休息吗？怎么还在加班呢？这么多活谁干啊？哎，你待会儿帮我把那辆黑的也修了呗，就后边那辆。嫌我不累是吧？哎呀，啊！我去，你师傅真好。嘿嘿，今天音乐课上怎么样？我先那首英文歌，唱给你听啊。好，预备，起！你怎么了？我想唱给小曹阿姨听。起！为什么要唱给他听啊？我想呢，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吗？不可以。干嘛？我打。我不让你打。哎呀，我不让。
你打呢。别动，不让吵的。我不让你给他打。我就要打。上次的事情谢谢你啊。不用，太客气了，咱俩什么关系？你说我这是大客户，我得。哎，小松，来来来来来，你看还是你有面子，你看人林总都亲自过来找你。改车的事想的怎么样了？改不了。不，怎么就改不了了？能改，能改，能改。我没时间。你有没有时间我说了算啊。你这两天要行了，不说了，太累了。主要是这两天啊，年底了，妈这活多，累的，累的都胡说八道的。我先接一电话。喂，喂，小车阿姨，是我，糖糖。糖糖，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？就是很想你。去，耶。你这胡说八道。去。喂。对，他今天音乐课。哎，我要跟小车阿姨玩了。我要。好啊。你在哪儿？好。小松啊，你不用说了，我解决啊。哦，任经理，财务让您去签个字。好，你去吧，去吧，放心吧。好，心里有点数啊。行，那这事就这么着啊，一会儿下班他去找你。好，走了啊。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不是所有的车都适合改装，也不是所有的车都能改装好的。改装吧，这个事情它主要是看车，你知道吧？我这车改装空间很大，所以我才买的。但是你考虑过安全的问题吗？你没考虑过吧？你不知道，你知道这个改装车它多少会有一点点安全隐患。我是说，如果改装不好的话。那我也不能保证我能改装好，这个安全的隐患，它有可能是1%，但是这1%，万一你摊上就是100%，我不能让你死在我手上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综合这些因素，就不要改装了。我的安全，我自己负责，不用你操心，你只要把我的车速提上来就行了。如果你真的想提速，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就是你可以换辆车。
的吗？哎，交代他，交代好了，动手！一起玩啊！你让你舅舅给我打电话，好不好？好，真的。嗯。我走了啊、哦，等我走了。那明天早上？什么？就是八点半呗。好啊。拜拜。明天记得去办事儿啊！对，明天，打车走吧。我知道，对。有钱吗？有有。曹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过是阿房宫里的菜。一身的小臭汗都没了，乖儿子，今天都去哪儿玩了？所有地方都玩了，所有的地方都玩了，玩的高不高兴啊？很高兴，我很高兴。吃什么好东西了吗？全部地方都吃了，全都地方都吃，全部地方都吃，肚子就要变大了呀！为什么那么高兴啊？为什么那么高兴啊？我跟小舅小舅妈玩。小舅妈，我有水煮吗？鼻子长糖了，妈妈都看见了。看见哪儿了？看见小舅妈了。好了，你在我心目中。回屋睡觉去吧，明天还得早起呢。听见没有啊？别在那玩了，明天不还得办事儿去呢吗？快去吧。早点睡。没听见呐？请 B 零一三号到一号窗口办理。
请 B015 号到二号窗口办理。哎，对不起，路上太堵了，我来晚了。已经到15号了，我来得及。请 B016号到二号窗口办理。没事，等一下。都想好了吗？您呢？出一下您的身份证、户口本和结婚证。刚结婚就离婚啊？填下表格。怎么了？哎呀，网断了，等一会儿。要等多久啊？再等一会儿。那换一台电脑。我这办不了，别人也办不了，都断网了。嗯嗯，走了。9:30吧。好。Bye.
哎呀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啊，坏了，老板。哎，燕燕，你看，这是他们从马尔代夫专门给你带回来的。啊，那大的。这是给我爸的。呀，来人。没事，爸，旅途劳累，累了。妈，给您的。大金帆船，等回头爸，您给我妈买一真的啊。谢谢啊。那我们先上去了啊。不跟他一般见识啊。嗯，没事。哎，哥们儿，离了吗？系统坏了，没离成。是你不想离啊，还是他不想离啊？是系统坏了。那就是你不想离。我去。哎，哥们儿，我啊特八卦问你一句啊，你跟罗小聪那什么了吗？什么？那个。怎么可能？你憋住了！我读的什么呀？真假的呀？我去！我靠！哥们儿，我明白了，问题就在这儿。我是这方面专家，你早咨询咨询我。你拿我举例子吧，徐杰是吧？当你们面儿，对我都是横眉冷对，千夫指是吧？爱答不理的。其实人家心里是有我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早把罗小聪当，也许今儿就没这事儿了。我把他，这个婚就能离成了？哎。你把这许杰怎么了？别做对不起人的事啊！你俩上次去，人家星期六不办公，这次机器又出现故障，我说你俩是不是故意的呀？我跟你说一声，你别跟别人说着，跟谁说？今天早上我们分开的时候，他好像跟我说，不离行不行？好像啊，因为隔得远，当时我没听楚，后来我又问他，结果他就说的是注意安全。许杰，哎，来了。那他就是跟你说注意安全呗。那你说他好好的跟我说注意安全干嘛呀？他跟你说注意不安全呀。但是我好像听见他跟我，那是你幻听了。哎，你买的东西到了。谢谢啊，没事儿。哎，那个钱我回头给你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我再跟你说一声，你真的千万不能跟别人说。你说呀，他现在上抱我了。现在人打招呼有时候也拥抱。那你在车上打招呼的，哎呀，抱挺紧的。那他呼吸是急促的还是平稳的？我呼吸是急促的，我问他，他我不知道啊。他我真的不知道，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我能跟你说，就说明我不喜欢他。我喜欢他，我会告诉你。那你还琢磨什么呀？过两天你们俩就得离婚了。我就觉得，就什么，他也不该那么。轻浮吧，你说实话。怎么了？那个，你把那工具包递我，这都是小毛病。哎呦！我说不让你送吧，你非得要送，你说这大冷天的，就这不是给你找麻烦吗？这不是？没事，小毛病好修。你看，递哪个呀？行。啊，有这扳子就成了。哎，我顶着点，顶着点。这样嘿，你上车上待着，外边冷啊，你别挂。没事的，我没关系的。哎，赶紧进来。兔崽子，今天可让我逮着你了！你别跑！行。
样啊？啊，能跑了吧？往这跑吧，你追上能有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能让他回来娶小聪离婚？可能吗？我就让闺女在家老死，我也不能嫁给他呀。那你追他干什么呀？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我想骂他一句。骂又有什么用啊？都这岁数了，心态咱们放平和一点啊。记住我说的话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坏人早晚遭报应，好吧？就撤吧。哎，小聪，嗯，那个结婚证呢？什么？结婚证？怎么了？那给妈拿着看看。干嘛呀？哎呀，你给妈拿着。你别拿了，哎，明儿就离了，看啥呀？好闺女，你拿出来，就是离婚之前，妈才要再看一眼啊。看了这也是添堵。嗯，行，先把放妈这儿啊。不要放你这儿，你放你这儿，你放，你坐这儿，妈跟你说。你干嘛呀？放你这儿，放你这儿，我礼拜一还得拿。你听妈说，这事儿呢，我想来想去，我是让吴桐他姐给气糊涂了啊。离婚这事儿，咱们决定的有点草率。我觉得吴桐这孩子啊，本质还是好的，人善良、诚实啊，又厚道。你嫁给他呢，是有点委屈。虽然他长得不太好看，但是你将来跟他过日子，不会吃亏呀。这事儿就这样了啊！啊，不是，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出去一趟你就变卦了呢？刚刚你站这儿还说，你说要跟他离，一定要找一个好的。我不是让他姐给气的吗？哦，他姐说一句离婚，咱就离婚呐。再说了，咱们七大姑八大姨子都知道咱们刚结婚啊，这再离婚，那咱们对自己影响也不好。我不能上他姐的当，让他姐的阴谋得逞，啊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不不不，哎妈，我说好了礼拜一是离的，你这，你不能回来一趟你就变卦呀？我说不离就不离，不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要再这样，我就磕这儿，说你怎么不听呢？不是。你看看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这姑娘在银行工作，北京人，有房有车，白富美。嗯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人长得多漂亮，还特别温柔。我跟你约好时间了啊，你见见。不是我，你要见你见吧，我不见。我是已婚状态。嗯，我相亲违法呀。不是去办离婚了吗？不，那个电脑坏了。电脑坏了。你当我三岁小孩呢？是不是那个罗小聪的不想离？不，跟他没关系。跟他怎么没关系啊？就他长那样，就他那出身，能找到像你这样的，恨不得巴不得自己赶快嫁出去呢。我告诉你，吴桐，你就是让他给忽悠了你。行了，吴桐这么大了，会自己处理好的，你不要瞎操心了。我是他姐，我不操心谁操心啊？你操心啊？你还是能帮着干点别的啊？你看，又成我的事情了。你说你，成天就能当个甩手掌柜的，你还能干什么？哎，你说说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好了，吃饭。饭也不应该给你吃。吴相公，你读不读书？育儿教育怎么说的？不能总当着孩子的面说配偶的坏话。我好歹是一名人民教师，以后时间长了，堂堂会变得目无尊长。你不跟我提人民教师还倒好了。我当年就是因为你是人民教师，我才跟了你的。你根本就是罗小聪二号，我跟彤彤都是受骗上当的。行，我是大骗子，我是小聪二号，咱别转移大方向好吗？你干嘛呢？拆房呢？
你到底放哪儿了？你就是挖地三尺啊，你也找不着，你甭费那劲了，我给收起来了。宋美仪，你不能这样想，一出是一出，你让我结就结，让我离就离啊。妈都是为你好，我不会害你的啊。你为我好什么呀？你要真喜欢这个证，你跟赵叔去扯一个去，还你俩照片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要真想离，你去找一个比梧桐更好的，在没找着之前，你给我睡觉去。我不，你不给我就不睡觉。你给我睡觉去。哎，你不睡我还想睡呢。你给我去睡觉去。你怎么这么大劲儿？你糖糖，走，你爸爸过去。哎，待会儿再吃。哎，就算帮姐姐一个忙。就算帮姐姐一个忙，不管你看不看得上，相不相得中，相亲这场戏，你演也得给我演下来。为什么呀？实话跟你说吧，他哥哥是我一个重要的客户，你别把我生意搞砸了呀。姐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姐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啊，姐求你，姐也是为了你好，为了这个家。支持我这小公司才能得以生存。哎呦，吴总您太谦虚了，您可是业界有名的女拼命三郎啊。我说的可都是心里话啊，您才是业界的翘楚呢。以后需要您关照的地方还多了去了。我听那个 Siri 说您最近又接了一单广告大单啊，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您尽管吩咐，我去给你爬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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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啊。那是一定的。哎，你没看我今天把妹妹都带来了吗？自己人，好说。哎呦，真是就顾着谈工作了，对不住啊李小姐，对不住啊。哎，李总，你妹妹真漂亮，真的真漂亮。哎呀，往那那么一坐，楚楚动人的。哎呦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。不行，有犯病的时候，他要犯起病，我这当哥的都摁不住的。一样一样，都一样。你看我这弟弟，干的好多事吧，都能把我气得个半死。年轻人就想任性，是吧？啊，不不，我就这么一说，李小姐肯定不这样，肯定不这样，李小姐哈。我介绍一下我弟弟，我弟弟不爱说话哈，艺术家的胚子，画画的。李小姐喜欢画画吗？啊，她喜欢看书和弹钢琴。这李小姐，诗琴，我弟弟书画，诗琴书画，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哟，一说我差点忘了，我弟弟的画，有画册。真的？我去拿去。李小姐，我去拿去啊。叫梧桐是吧？好，那最近在做什么工作？没做什么工作。哦，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在家画画是吧？那也挺好的。那你是自己住还是？我在外跟外面跟朋友租着住。那来我们家住吧，我们家房子多。其实呢。说白了，我们这些物质条件都不在乎。我这个妹妹呢有点任性，都是我给惯坏了。其实呢，我就是想给她找一个踏踏实实能够真正对她好的男人。至于那些车呀、房啊这些物质条件，我们家是都能满足的。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李小姐，来，您看看，谢谢。这是出版的，我弟弟画的。哦，糖糖。这不错啊。是吧？姐姐陪我玩一会儿。好呀，你想玩什么呀？小车。哎，手工的，
哪儿买的呀？不是买的，是我小舅妈给我做的。胡说什么你？哪来什么小舅妈？哪有什么小舅妈呀？我回屋去啊，找你爸爸玩去。糖糖，快快！是我小舅妈给我做的。你胡说什么你？听不听妈妈话？回屋去。你这孩子，想起一出是一出，小舅妈。李小姐，我弟弟画的还挺有意思的啊，是不是？我那时候还说呢，我说他要是李总，对不起啊，我结婚了。你结婚了？吴总什么意思啊？不，你弟弟结婚你找我们干？不，李总，别，哎呀，李总，不是真的，他没结婚，他离婚呢。他去了两次了，是吧？本来今天也要去民政局的，正赶巧了，民政局的电脑还坏了。办离婚呢？那不是还是结婚了吗？不是，李总，哎呀，他就是帮朋友一个忙。帮忙能帮结婚啊？所以现在就要离婚，马上就要离了。他，我就没想离。I'm not done talking to you. La. Who is this?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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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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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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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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